互联网姐妹们，今天带你们体验一下赫莲娜的酒会晚宴。遇到了好多熟悉的人，尤其是阿紫啊，她本人真的很瘦很美，薄薄一片。女性的非凡就在于可以自由地定义自己。晚宴终于结束了，今天这个行程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满。好了，接下来干活，迎来今天的主角。这段时间我是一直不间歇的在用它们，因为最近外拍出差比较多嘛，想要上镜有质感的话，这个眼袋蓬弹饱满的状态一定是不可少的。而且这次我还搭配了一个赫莲娜的眼霜，1+1=3，不用任何的提拉，不用任何的磨皮，真的非常高级，非常有质感。我是深有感触，25岁之后松垮的速度真的是非常快，它呢是真的能把你脸蛋的这个整体的饱满度还有透亮度往上给你拔一拔。好啦，忙了一天，我终于可以好好休息了，拜拜。